室却又非常安全的新型迷你儿童座椅。它比传统的增高椅小十倍多，相比传统的增高椅，把孩子位置提高，衣服将安全带下压到适合孩子的高度，更能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。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，首先打开它，然后将腰带穿过两侧的伸缩扣，将肩部调整带扣在安全带的肩带上，最后调整伸缩扣的长短，使之适应孩子的宽度，就可以安全放心地乘坐了。